耶、我来喝咖啡。没人的早上，你们看到远处的椅子吗？连放都还没放下来，最近都是这样，都没人。然后我点了一个乐本日美式，然后一个海盐奶油卷，就这样子。等等就要去上班喽。今天清明节，然后我们家要拜拜，楼下还在煮，但我们买了一些扁的，这个是那个海蜇皮，我很爱吃这个，然后就是川烫的猪肉，然后这是鳗鱼，这是买现成的，然后加热酱就可以吃，蒜味的香肠，然后虾子，鱼，然后我家人很爱吃鸭肉，然后我们家每年都会煮，只要是拜拜就会煮贡丸汤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楼下还有炒一盘青菜跟一个醉鸡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但我们只有三个人吃饭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好想赶快开动啦！今天是4月5号，然后我刚去买了我的早餐，跟今天带了便当。对，我们家今天那边的就是庙有活动，但我就是没有休今天，先上班。现在我要等那个去咖啡店。因为太早了，现在没开，现在7点左右，所以我来淡水河边坐坐。好像今天晚上就会又开始下雨了，所以我想说可以来这边坐一下，吹吹风，然后等一下就去买咖啡，然后可以坐一下。对，这边早上蛮舒服的、欸，就是空气也很好啊，什么的。就是菜市场买的两个面包，市场24块钱呢，这样20块。然后就是昨天弄便当的菜，所以肉很多。就是中午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出去买便当。对的。然后现在天气很好，跟云很厚。然后早上都会有人在那边钓鱼，很惬意。
道吗？我叫米酒。对，我发现你叫米酒。所以你要哦，现在加啊，那个皮都没打散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再吃点别的。啊，既然录制要把我剪掉。我把豆腐放进去了。好。还有油膏，加油膏应该很好吃。对，好像要再加油膏。煮完菜回家，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在用什么。我前面已经用完化妆水，然后我就选一罐自己最近喜欢的精华。我最近在用这个小红瓶，它就是可以修复泛红，或者是把补水比较多。然后用完以后，就趁脸上还有点湿润的状态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。噔噔，凡士林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最近戴口罩，下面长很多痘痘。然后，而且我皮肤最近很干，就是这两边，然后跟戴完口罩以后，这里全部都是脱皮，所以我就想要就是锁水一点，但我发现我就是皮肤现在换季，皮肤有点敏感，所以我就是选那种很简单的东西。那凡士林是最简单的，我通常会用这么多，然后抹在手上，然后搓。就是要把手搓了，然后压，然后不要就是这样去搓它，就是因为凡士林，就是我看 YouTube 啊还是什么的话，就是凡士林还是有一定的摩擦性的。
然后就是点你觉得很干的部分，眼周也是可以擦的、哦、所以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锁水的东西，这样子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我就会去睡觉啊什么，但还是要等一下，因为它确实很黏，就是有时候真的太黏，我会稍微拿卫生纸轻压一下，但不用压太多。就这样子，我的例行性的保养就大概这一两个礼拜这样，然后明天你就会觉得脸真的好像真的有缩水的感觉。 OK，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三步骤，就是化妆水、精华，然后再是凡士林，三个分享给你们。